我是小耿，今天来玩钻石大陆宠物神器。一进来就看到有25个房主宝箱，可惜能看不能拿，要不起要不起。老规矩，先看看作者都给我准备了啥好宝贝。异次元大宝剑，不错不错。先找叶小龙大哥领养个宠物，金龙王、雷电法王，怎么都是男的呀？不要，等等，孔雀公主，刚好我配一起，就决定是你了。怎么是迷你电视姐姐？有总比没有强。最近猪妖泛滥，小雪人让我除妖，没问题，先让我去逛一逛。一涵姐姐的青莲剑丢了，好说好说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，先回去睡一觉。一叫起来就听到这边有小梅子的声音，奇怪，怎么变成猪了？我打打打，这水池里居然全都是钻石，这下发大财了。铁镐在手，通通挖走，美滋滋，溜了溜了。这地上怎么还有两个开关？试试收服它。哎，怎么一口就把我咬狗带了？不行不行，刚没准备好，再来再来，一下就狗带，玩不起玩不起，告辞。这还有个神器图鉴，看看都有些啥。不认识不认识，等等，青莲剑，原来青莲剑藏在小镇里了，我这就去。不过这么大的地方上哪找去，难不成在这井里？先憋口气，底下空空的，看来不是这里。接着来到小卖铺，这还有小梯子，来都来了，上去坐坐。哇塞，是宝箱，所有的神器呢？怎么变钻石块了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这还有个秋千，让我玩玩。怎么摔下来了？等等，这底下有洞，可算找到你了，还买一送一。这些花花就留给小梅子吧，回去交差。一涵姐姐见我善良，决定送我一把新的，还给我发了小红包，看我刷刷刷。